苏东坡在杭州实行以工代赈计划，彻底整顿好杭州人食水的问题，以及近郊几万亩田的灌溉问题，令到以后的旱灾的威胁大为减轻，同时又在西湖上面加筑一条30里长的堤坝，成为西湖美景的中心。这条堤当时的杭州百姓称之为苏公堤，一直到现在这条堤仍然是西湖美景的中心，亦仍然称为苏公堤，或者简称为苏堤。可知当时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那大约两年时间之内，不止送了一份厚礼给杭州人，并且对所有游过西湖的人，甚至只欣赏过西湖风景画的人都送了礼。今日的西湖已经成为国际著名风景区了，接受苏东坡送礼的人就更多。不过当日苏东坡在杭州仲计划紧送第二和第三份礼给当地人士的，但是不成功。为什么会不成功呢？大家听下去就知道了。白姑兄，今日你咁远嚟扬州探我，我冇咩好地方招待老朋友，就带你嚟呢处，而且介绍你认识两位当代嘅大词人添。呢位系何方回，呢位系曹无咎。得识两位大词人，真系不生之幸啊！喺苏氏君之前，任何词人都会变成微不足道的。冇错啦，方回兄，你呢句说话真系深得我心啊！嚟，大家请随便入座啦。两位，我带嚟呢位苏伯故兄，前年喺杭州同我合力进至西湖，旧年仲想再接再厉，大作运河，大兴水利。可惜啊！可惜朝廷不批准我哋嘅计划。哦，至今前途江上，浮山之险依然，来往船只继续受到危害。唉，冇办法啦。虽然我哋察陷多时，知道计划的确可行，而且对地方大有益处，但系当年二月，我就由杭州被调入京。做天将国翰林城子，林希就嚟杭州接任。是我记得士君临别杭州，在交代新太守席上作那首《西江月》词，有两句是“旧官何物对新官，只有湖山公案”。原来湖山之中真系仲有啲未完公案存在。唉，其实湖山公案又点办得完呢？士君不必感慨嘅，原来呢位苏伯故先生系苏士君嘅战友嚟。方回兄，我哋敬佢一杯。系应该应该，请请请。其实喺杭州嘅一切表现，完全系士君之功啊！我不过为之备助啫。如今杭州人家都挂起士君的画像，一饮一食之味都拜足一番，城中又见起士君生祠，人人当神咁拜。可见呢次士君在杭州不过600日啫，但系救旱灾、设病方、兴水利、筑湖堤，真可谓德泽流于百世啦。白姑兄，往事何必再提呢？如今我做到扬州这种好地方的太守，故人曹无咎做我的通判，词人何方回做我的邻居，欧阳公当日所筑的平山堂在我的左右，可谓不受寂寞，尚有何求啊？方回兄，原来士君见到个战友啫，就连吟诗填词都忘记了。无咎兄，你何不先作一首
引起佢嘅兴致呢？当此黄梅时节，我只系爱饮酒，无心诗词，仲系请你作先啦，好吗？啊，咁好啦，我就填一首词为唱，至少要士君和一首嘅。好，你写出嚟先，完成之后我就和你呢。好，我就开始写。士君唔使离席啦，嗱，我念出嚟俾你听咧。词牌系青玉碗，宁波不过横塘路，旦暮送芳尘去，锦瑟华年谁与度？月桥花园锁窗朱户，唯有春之处，碧云掩掩行高墓，彩笔新题断肠句，试问闲愁心几许，一村烟草，满城风水，梅子黄时雨。哇，好词！试问闲愁心几许，一村烟草，满城风水，梅子黄时雨。啊，何方回呢首词是必存之作，请士君指教。我和你一首，但是好难及得你的。我这首一边是和你，一边是送给白顾卿的。白顾卿和我一起做事之后，三年未回过去吴中故乡，如今他来探完我就回去吴中的了。我送这首小词给他作为纪念。多谢士君。嗱，士君念出嚟，等我代为笔录咧。好，咁就请你开始笔录。好啊。三年枕上吴中路，遣黄犬随君去。若到松江呼小道，莫惊冤路。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。望穿途上看春暮，常记高人又成句。作个归期天意许，春衫又是小蛮针线，曾湿西湖雨。啊，真系好词，太好啦，太好啦。白顾卿，等散席之后，我定当另录奉赠。多谢士君。士君，你首词尾后嗰四句风流韵直，实在胜过我嗰四句。呢啲嘢不如留待后人评论，我哋饮酒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嚟饮饮。苏东坡在扬州做太守的时间亦都只有几个月。就在那年九月，朝廷又召他回京做兵部尚书兼侍读。后来又做礼部尚书兼端明侍读。没几年又外放去做定州太守。元佑八年九月，当时临政的太皇太后高氏驾崩，十八岁的哲宗临政，朝上小人看到皇帝年轻初登大位，就乘机大做手脚。而张顺、吕惠卿他们个个都恢复要职。以前提过特别巴结司马光那个蔡京，亦都倚靠有势力的太监在处翻云覆雨了。
苏东坡啱啱过得几年比较似样嘅生活又告结束。第二年本来是元佑九年，哲宗下诏改为绍圣元年。听这个名字已经知道他要继续神宗的变法路线了，他是准备大干一番的。五果然朝中政见不同的大臣就纷纷贬官，罚去远方任职了。苏东坡是小人记恨最深的目标，所以就将他远远地贬去广东的惠州。苏东坡到惠州依然带着招魂，还有他那个当时已经24岁的细仔苏过添。花藤残红清行小，燕子飞时绿水人家扰，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哦，招云，做乜你读我上个月作嘅嗰首词《蝶恋花》？读读下下尾上嚟。冇嘢，我一时感触啫。相公，虽然你走到天涯，到了春天一样可以见到芳草新生，但是枝上的柳穗越吹越少了。俗语都有话啦，只见风吹花落地，哪见风吹花上枝。而且我哋万里投芳，唉，你咁都仲未睇得开，我贬官贬到惯噶啦，嚟到惠州又点啫？嗱，我讲俾你知啊，我呢几日去睇清楚，惠州嘅西湖仲大过杭州嘅西湖噶。相公，你处都有个西湖，咁你系咪想进一进佢啊？好主意，赵云，你点会谂起叫我进湖嘅呢？我不过见到你见亲西湖呢，就要进一进咁啫。咁都好奇，初时我到杭州，杭州有个西湖，后来我到荣州，荣州亦有个西湖，如今我嚟到惠州，惠州亦都有个西湖，而且仲大过杭州嗰个添，系咪？系啦，既然系咁，我哋不如就当呢处系杭州，日日游西湖，风流快活啦！话唔定嗰啲想攞我条老命嘅人，自己反为气死添。唉，相公，你又何必故意讲呢番说话嚟氹我开心呢？你今年都61岁啦，本来系颜养天年嘅时候，但系就要好似充军一样咁嚟到呢个地方。喺路上嘅时候虽然系辛苦啲，但系嚟到住落之后，我都见得几好啊！地方又好，人又好啊！系呢处啲人对我哋都好好嘅。但是可惜我不懂跟他们讲嘢呢。学就识的啦，我通常都是去到那树就学讲那树的方言，如今我至少会讲很多树的地方说话了，惠州话我都就快懂讲的啦。我没心机学啊。你没有心情啊，真呢阿过就不同啦，他成日在外面和啲本地的后生仔玩，识讲好多惠州话噶啦。咁啊，应该啦。我哋系旧年10月初3嚟到惠州嘅，住入呢一间加油寺，如今都已经初夏啦，几个月时间都唔算少噶啦。系，讲起春天夏天，我哋嚟到岭南，就感觉到喊不冷唔同晒啊！系啊，本来我哋见惯咗秋天就树木落叶，冬天呢就万山片野都光秃秃，但系
你望下嚟我哋最近嘅罗浮山、啊、就见得好似旧年冬天同今年春天、都系差唔多咁青青绿绿嘅。系啊，岭南天气温暖，呢点系好好嘅。阿爹啊，阿爹啊，阿过又唔知拎啲咩新奇嘅嘢翻嚟啊！阿过啊，我系呢树啊。阿爹啊，姨娘，你睇我攞啲咩翻嚟？哦，相公，原来我哋有人客啊。系，阿过啊，啊，你顾得搬一大箩荔枝翻嚟，就唔顾得介绍人客啦。系啊，我忘记咗啦。呢位系帮我搬荔枝嘅姑娘。姓吴，叫做秀姑，佢阿爹咧由中原南下做官嘅，喺任内去世，而家留翻佢哋母女就住落嚟本地啦、哦。如今又顾得介绍人客，唔顾得啲荔枝啦。啊、拜见苏内涵、啊，拜见二娘。哎呀，得啦得啦，吴姑娘，原来你识得讲我哋啲说话噶，咁以后请你多啲嚟。陪下我同我倾下偈啦，好啊，不如我日日嚟教二娘讲惠州话。好啊好啊，讲乜嘢都好啦。嗱，咁听日你记得嚟咯噃。好啊，我听日送过啲新荔枝嚟啊。阿爹啊，呢啲荔枝都系秀姑送噶，本来我想揾下地方买翻嚟俾你哋食嘅，咁我揾到个荔枝园，原来系秀姑佢哋嘅，吴伯母咧。就叫秀姑揀啲最好嘅摘咗落嚟，话送俾阿爹食，仲、啊、叫秀姑帮我哋搬翻嚟添啊！咁、哦、等阵我哋要送翻啲礼物俾吴姑娘带翻去啦。哦，如今等我试下呢啲岭南佳果先。好啦、啊，等我揀俾二娘食啊！唔该，秀公子，你自己都食啦。哦，乜、你喺自己屋企都咁怕丑噶、甜香满口。相信玉液琼浆都不外如是啫，你哋快啲嚟试下先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哦，各位大可以放粮食噶，食到饱为止，第二日又可以再食果。哦，今年荔枝丰收，我哋个荔枝园种咗好多，任各位食都食唔晒嘅。哦，而且我知道有好多人都愿意送荔枝俾苏来汉食。好好，咁我系食多啲啦。真系未食过啲咁好味嘅生果嘅。嗯，可惜佢太甜太香，香得嚟又有啲酒味啫。二娘啊，点解你话可惜啊？因为咁就好难食得多啦嘛，食得太多恐怕又会饱，又或者会醉噶。讲起上嚟，我都食咗好多个啊，真系有些少饱醉之意啊。阿过啊，啊，你同我磨墨。我要写诗啦、哦！我自细听先父讲过，话苏来汉嘅诗天下间少有咁好嘅，估唔到今日能够亲眼见到。以前我想都唔敢想会咁幸运嘅。你唔止睇到，而且得到添。吓、啊，咁我明白啦。我如今去攞纸出嚟啦。阿爹啊，啊，磨好墨啦，铺好纸添噶啦。好好。等我洗咗手上面嗰啲荔枝汁先，嗯，等阵啊，啊，嗯，好啦好啦，嗱，你哋都嚟睇我写，睇完之后再食过，吓、啊，好啊，苏公子，嗯，你阿爹长须飘忽，神定气闲，行过去攞起支笔，嗰种神态真系好似个神仙咁啊，你睇佢写出嚟嘅诗。仲似神仙啊！佢写啦，等我睇下识唔识得晒先。好啊。罗浮山下四时春，露骨杨梅似地新。一啖荔枝三百火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嗯，吴姑娘。你觉得我呢首诗点啊？我梗系觉得好好啦，嗯，但系点样好法我就唔识讲啦。我都唔识，你既然话好，咁我送咗俾你啊。哇，咁大幅，而且苏内汉名气咁大，嗰啲字梗系好值钱噶啦，我唔敢要啊。
好啦，我话俾你知啦，都系同你嗰罗荔枝咁上下价值嘅咋。你唔要，我就叫阿过送翻啲荔枝去府上噶啦。系咯，吴姑娘，字又唔识得嘅，荔枝先识得噶嘛。照咁样睇，我哋着数啊，真啊！嚟嚟，我哋又过去食荔枝啦。系咯，秀姑啊，你都食翻份啦。好啊，苏公子啊，咁听日你又嚟摘过咯噃。好啊。你游完地方翻嚟啦？系啊，阿过，你做夜课今晚写咗啲乜嘢啊？孩儿啱啱作咗篇文章，请阿爹教导。嗯，好，等我睇下先。哦，嗯，好，写得好，主意更好啊。阿过，啊，你生性淡薄。虽然做过几年又成务郎，但是淡薄利禄，如今跟住我过荒凉的生活都不以为苦，我的心都安乐啲。相公，嗯，你回来啦？是啊。月夜游湖有没有杭州咁好玩啊？赵云，你不舒服就应该早啲唞啦，仲出嚟做乜嘢呢？翻秋风啦。又唔着多件衫，我着够衫噶啦。系咧，你讲系游湖嘅经过俾我听下啦。好，惠州西湖好多地方都似杭州西湖。我今晚发现有一度更加似添。嗯，不过我今晚就唔系游湖，系喺陆上眺望啫。阿爹啊，系咪话嗰个四周塔似雷峰塔呢？那个塔当然包括在内啦。嗱，等我念出今晚作嗰首诗，你哋就明白噶啦。嗯，一根山吐月，玉塔卧微澜。静似西湖上，勇敢门外看。冰轮横海阔，香露入流汗。亭边且莫上，招我一杯残。哦，阿爹话初更月出嘅时候，塔影横卧水面微波之间，喺杭州永金门外，亦都可以见到西湖有类似咁嘅景色，系嘛？系，赵云，将来惠州西湖又会有一条苏堤呢。啊，可惜我喺惠州唔系做太守。只能小干不能大干，但是我又说服了博罗县县官林天和，叫他在乡积自前的江水中捉一个白布站，就可以利用水力切啲中米的对和磨米的磨了。这真是好计划了。赵云，你太辛苦了，我扶你回入去唞下吧。好，我都要休息噶啦。相公，嗯，你都太辛苦啦，但系人哋就唔俾你休息。姨娘，阿爹，你唔够力扶噶啦，我嚟帮手啦。唔紧要，我得噶。苏东坡的妾侍王昭云，后来在绍圣三年七月初五病死在惠州。今日惠州西湖边孤山的昭云墓依然是当地名胜。墓上的陆鱼亭是当时妻禅子曾仁所建的。正如昭云所讲，
苏东坡终未能够休息，他和世仔苏过相依为命，以后还继续被贬去更远的海南岛，要他和那些未开化得晒的丽人同住，其实是想折磨死他。苏东坡揸着自己一套哲学，逆来顺受，到处发挥他宏大的影响力，到处祝福，自己就以著书教子为乐。过了两年，哲宗皇帝只得25岁就死了，而历尽艰难的苏东坡已经64岁，他被召回去没那么偏僻的地方做官，伍卒之在66岁那年死于常州。